看我们这个老司机自己嘚瑟。哎，不是哥，我这个疏忽了，这当初没想到是这样子，哎呀，真的。你说你们有见过这样的吗？两辆房车拖一个货车。不是，本来我是想纵横沙场君莫笑，结果没想到让你们把我笑了，看笑话了。好像干我一个车给他拉不出来。人家过来来压电线杆来了。然后就成这了，从来没用过吗？你看我们第二辆房车在这个撞这个拖车带了。一辆车搞不出来它了，太重了。这绳子还是新的，还没用过呢。会用吗你？这司机老司机会用就行了。老司机会用，我们那个车头应该也是在这里吧。啊，应该就是在那里。咋掰的来着？这用扳手吗？哎，刚才那个起子呢？起子啊，忘了、啊、我记得给你了。我知道，给我好像是一会儿哈。啊，把这个挂一挂。你说那边压了那么硬的路你不走，你就非得从这里嘚瑟。我们找个素材是吧？之前我在那扳手，为什么我忘了我有这个套筒扳手啊？啊？我在几年前出发的时候我就买了这个套筒扳手。换轮胎的时候我也用上了，没让你撒，还在那里慢慢拧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都不走，谁走得慢呢？你是故意给我们找点素材是吧？方向好了没？方向行吗？这个方向。好。哎，他咋还没下来呢 ？OK， 我没他车重嘛。这两辆车再拉不出来，咱开车就走，不管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两辆车再拉不出来，再给你加辆摩托车。哈哈哈哈。壮观吧？给你找素材呀，快点。是不是很壮观？哈哈哈。我们两辆房车拉不出来，我们又叫辆摩托车过来了。你得往前面再来一点点。摩托车也来拉一下，摩托车也来拉一下。你们两个车都拉不出来，我还能拉出来？对，把大白下来也来拉。让大白下车，一起来拉啊！好的，我们。试一下吧，真的可以把它往那边简单一拴一拴，就是个意思嘛。你看我们的小哥，自己在那儿搞了。旷野，这样子，就是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年轻人出门不要嘚瑟，出来早晚要还的。你是不是想表现一下你有你的车有越野能力？我们的车下不来是吧？没有。大兄弟怎么样了？哎呦，我还在紧锣密鼓的张罗着这个事情呢。是吧？嗯。晚饭还能不能吃得上？能，可以的是吧？哎，我出来马上我们就可以搞了。好的。你出不来咋弄？出不来我们就回去了。出得来噻，肯定出得来噻，不要说噻。嗯，开始。我的天哪，我要下车了吗？两辆车都拖不动啊，你为什么把我陷得深楼？哦，天哪！啊，这都多少回了呀、啊？
我哪里是李鑫呢？我是在救赎啊，《肖申克的救赎》啊，我真的是救赎啊！我的天，三个摄影师拍我，我好不容易啊，还得加一个直播，我好累啊，我又要演，我又要挖。哎，要不是看在导演给了我两个盒饭的份上，我会那么卖力吗？我操！那他要么接着哭，我好累呀、啊！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他真哭了。这是得有多委屈啊！你还敢开啊？我累了。把那个轮子，这个轮子下面垫点东西啊，因为最主要就是它前面那个地方啊，就是卡在那个下面那个电线杆上了，必须把这个轮子撑起来，这样的话我们车才能拉它一把。它不动的话，我们两个车实在是打不动。谢谢谢谢，大兄弟累不累？不累。哎呀，不断玩啊，出来玩沙子吗？那你在这玩吧。不不不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我觉得乐趣增加一半，是吧？对，就让我们就是看着你，是不是？对。有你的陪伴，我觉得不孤单。你赶快弄吧，你别唱了。好了，等那个电好，等那个电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好，现在垫了一些，准备开始继续拉啊！指挥一下我们一块使力。三二一，拉不动了，再来吧。哦，快快快，加油加油！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。哎呦，断了断了！哦吼！绳子断了，姐姐。绳子拉断了，打个结继续来，就差那么一下子了。已经要出来了。啊，对，出来很多了。已经出来。这里。刚刚是在这边的，然后现在已经拖到这里来了。好，继续开始。哦哦，不是，这什么情况？他这是什么情况？两个绳子都断了，好危险啊！不是，咋了？你这里是什么情况？你这个钩都坏了，这个突然一下爆出来了，把这两边的都爆开了，这里脱坏了，两条绳子都拉断了，那个绳子都不挂一点点了，然后这个车漏水呀、啊，看那个水箱擦不擦？水箱，哎，我估计是空调的。现在是用这一根绳子来拖。
因为没有多少了，再试一下。嗯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